什么都行，找你不行。民进党基隆市党部主委苏仁和与议长童子伟等人一起高喊，呼吁市民挽袖兼热血。因应近期全台各地出现血荒，其中 A 型与 O 型血都低于安全存量，民党方面特别发起捐血送百米活动，希望号召更多民众加入捐血行列。全台湾几乎一些血库都欠血，欠非常的多了，不管什么血型哦，都缺少的很多。那有基于这样哦，所以我们本党，我们基隆市党部，跟我们基隆市议会的议员，哦，那我们党团成员哦，就一起来发起这个捐血一命一代哈，救人一命，哦，所以说必须要什么都行啊，哪个血型都可以，少你不行。赖主席特别要求我们每一个地方的这个党部都要这个配合我们相关的公益行程，让我们的党部可以深入的做公益，让民众有感，感受到民进党的努力跟进步。捐血一代，救人一命，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口号，但是还不如大家卷起袖子来捐出你的热血。现在血库其实 A 型的血跟 O 型的血都特别的缺乏，所以说希望呢大家都共襄盛举，多多来捐血。捐血一代送百米一斤，尤其我们现在其实都有缺血的文军，所以也要诚挚的邀请我们基隆市的好朋友们，大家一起来响应。今天捐血的人呢，可以得到百米，很可爱的百米一包。那希望各位市民朋友们呢，能踊跃出席，然后做爱心。呼吁基隆市民好朋友们来捐血，来捐血啊！什么都行，少你不行。希望大家共襄盛举。如果你平常就想要捐血的话呢，周一到周日每天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在我们信义路的14号这边就有捐血站可以来捐血。活动现场获得不少民众响应，其中这位70岁的黄龙昌虽然已经无法捐血，还是常来捐血站当志工，透过自身经验鼓励大家加入捐血助人的行列。因为刚好在路上有看到这个宣传。那在宣传有看到这缺 O 型血，那刚好我是 O 型血，想说可以来做社会的回馈。总共捐了1110次，啊，去年七月就不能捐了。捐血非常的好了，可以促进自己的新陈代谢啊，又可以救人，非常的棒啊。这项捐血公益活动最后共募集到100袋血，让发起的民进党基隆市党部方面相当感谢，也期盼能协助纾解血荒，帮助更多需要医疗用血的民众。记者张启腾，基隆报道。